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伍卓然。接下来7月12号和13号在香港艺术会 Fringe Club 会有一个演出的，就是除了有这个香港小交响乐团的乐手和我一起演出之外，亦都邀请了三位很厉害的爵士乐手，有低音吉他手。 Hi, I'm Scott。吉他手。 Hi, I'm Terry Fuchang。鼓手。 Hello, I'm Fish。 王子宇。是啦，咁咧喺呢個7月12、13號晚咧，咁我哋就會聯同其他香港小交響樂團嘅樂手咧，會一齊咧有一個演出嘅，咁咧將會演奏一啲我嘅作品啦，咁咧就希望大家嚟捧場啦，多謝各位，拜拜。